白度母心咒，嗡达勒嘟达勒嘟勒，妈妈阿哟布涅迦那布金咕噜梭哈，嗡达勒嘟达勒嘟勒，妈妈阿哟布涅迦那布金咕噜梭哈。白度母是长寿三本尊之一，所以一般人希望长寿、增福慧、消病苦，乃至世间的灾劫，譬如传染病、禽流感，我们叫多念白度母心咒。而且常念白度母心咒，更可断除轮回的根本无明，免除外面的魔障瘟疫。而且当你内心有所求的时候，常念度母心咒，那你就能够一切如愿。嗡达勒嘟达勒嘟勒，妈妈阿哟布涅迦那布金咕噜梭哈，嗡达勒嘟达勒嘟勒，妈妈阿哟布涅迦那布金咕噜梭哈，嗡达勒嘟达勒嘟勒，妈妈阿哟布涅迦那不禁咕噜梭哈，嗡达勒嘟达勒嘟勒，妈妈阿哟布涅迦那不禁咕噜梭哈，嗡达勒嘟达勒嘟勒，妈妈阿哟布涅迦那不禁咕噜梭哈。